Hello，大家早。今天10月1号，星期四。那今天也是中国人的中秋节。在此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。OK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是晴天嘛，所以就把原本要采收的仙草就定在今天，再正式展开仙草的采收。那等一下呢，女主就会去采收仙草，那我会在厨房记录一些仙草采收的一个过程，给大家欣赏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很正确，那因人而异，因为我们家的仙草是作为庭院益草席的一个作用，所以我们的采收并不是像一般农夫的一个采收方式，采根除的方式，因为我们要留种，让它来年的时候能够继续生长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就在于采收我们的仙草为主要的，那中间的过程呢，或许我们可以顺便介绍一下女主采收叶桃梗，准备做叶桃编织的一些材料，也可以顺便稍微拍一下，作为大家的参考。OK，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下叶桃梗的收集咯。这是我们的女主在庭院整理的时候。因为叶桃长得太茂密了，他就把叶桃砍了。砍了下来的叶桃这些梗呢，其实只要经过几天的曝晒以后，就可以开始剥皮。因为叶桃这些梗呢，是有点跟洋葱一样，是一层一层的。你稍微晒干以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把它一层一层剥开。剥开以后呢，再做一些阴干的处理。那这就是叶桃梗编织的一个材料。OK，我们下次有空呢，我们再继续介绍，怎么制作叶桃梗的一个阴干的一个步骤，给大家做参考。这是因为最近几天呢，刚好都下雨，所以就顺便呢，在昨天呢，做了一些育苗。那在我左边的部分呢，我们种的是属于那个所谓的，我想想看，应该是莲叶窝的部分。那它的前面哦，是应该是莲叶窝的部分。那它的前面的部分呢，应该是属于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属于我知道了，左边的话是属于青江菜，那右上的部分应该是属于莲叶窝还是忘掉了，这我还要再查一下。但是下半部的部分是上一次失败的皇帝豆，那我想我再查一下，再下做片子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吧。那这是我们育种的东西咯。Hello，我们现在女主呢就在清洗她的仙草啊。这个仙草，一般人是不洗，直接在田里面晒干。但你如果自己要吃的话，其实是有必要清洗一下再晒干，因为这样就没有土，那你滚出来的仙草就不会沙沙的啊。这个当然是比较会食会供。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吃到比较干净的仙草。OK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帮女主一起洗仙草咯。这个是我们的苋菜，生长得还算可以，但是速度有点慢，可能是刚好最近都下雨。我们也顺便种了很多的芹菜，这些芹菜呢。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才播种上去，这边前面是这边是萝卜，那黑色的这个护土的部分呢，
菜的部分。那北中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把它移植到这边，来种植，因为北中需要护土，而且它怕水，所以我最近呢准备在这种盆子里面，种植看看，因为原本种在土壤里面，效果并不好，这都是实验性质啦，我们再看下一个去咯。好的，前面这两颗呢是番茄，这两颗番茄呢，也是昨天种植，因为昨天去逛传统市场买的番茄，那过来的这边呢，是香菜定植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前一阵子疫苗的香菜呢，也就全部定植了。那这边呢是空心菜，空心菜要根除它其实还真不容易，因为它的种子会掉在地上，它就会再重新长出空心菜，就暂时让它这样子，反正有的话我们就采来吃了。那再过来这边呢，也是昨天定植的莲叶莴苣跟香菜的部分。那这些东西呢都是经过蟹盆疫苗以后再种，所以它可以种的漂漂亮亮。那这边是直播以后种植的，就会看你就非得要来素描不可。 OK， 那以上呢是我们的莲叶莴苣的部分，那也是我们今天菜圃浇水的时候呢，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种了哪些的植物。OK， 我们先到这里咯。泥土已经洗好的这些仙草，仙草洗好以后呢，它的比较干净，现在泥土呢把它开始曝晒。曝晒的用途呢，当然最主要是要让它能够怎样，能够善于保存。当然这些仙草其实可能做个两个就差不多没了，但这只是农家尝试做的一个仙草茶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泥主哪时候要熬仙草来吃咯。